嗨，各位几个机构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机构。这台是什么呢？这台是大疆最新，而且是最火热的口袋型三轴稳定器，Osmo Pocket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为各位朋友来示范一下使用 Osmo Pocket 的云台锁定模式拍摄出来的效果。那云台锁定模式适合拍摄怎样的一个场景呢？适合拍摄小孩子，比如说小孩子在奔跑，或者是在用滑板车，或者是在骑脚踏车的时候，也可以用云台锁定模式来拍摄小孩子，这样拍出来的画面会非常稳定，而且非常的平滑。那效果如何呢？我们就来看一看吧。那在这边呢，鸡哥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看片吧。先来试一下DJI Osmo Pocket的一个跟拍，我们现在是使用云台锁定。对啊，你使用云台锁定之后呢，你就可以锁定这个方向啊。像我现在小朋友他在进行一个滑板车的滑行，你可以看到画面呢其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的。